来实测这些角色的跑姿，哪一个跑得最快。晋级的巨人，跑步是运动之母，跑姿更是重要。从小我们看一些日本动漫角色里面形形色色的跑姿动作，今天我们就要来实测这些角色的跑姿，哪一个跑得最快。今天的规则非常简单，我们要从第一个点跑到第二个点，总长30公尺，由我在这边计时。第一个我们挑战的是火影忍者，公布成绩，第一名5秒24，第二名5秒80。忍者本来就比较快啊，作弊。哎，我可是来自木叶忍者村哎。干，我天母封闭所而已。第二个我们要尝试的是《鬼灭之刃》的祢豆子，相信大家都有看过这个动漫，虽然现在不太流行，但是我们还是来实测一下吧。准备。来喽！3、2、1 ，Go！ 等一下，我刚这是内裤一直是露出来的状态，我刚刚跑一跑一直这样，是可以这样的吗？奇怪的小妖怪在下面跑。第一名5秒51，第二名7秒52，你只扣谁不胜正啊？你只扣鬼殊途啦！我看到你跑的妈有点想吐。感谢我们今天的赞助商 Saucony 台湾赞助我们这支影片的播出。现在我跑步都不需要护膝了，因为我都使用了 Triumph 20护膝鞋款，这双鞋的缓震非常显著，就连封底锁这样的重量级跑者跑起来也非常舒服。这次在中底也有全新的 Foam Fit 升级，中底增加包覆面积，提升整双鞋由鞋面到中底的包覆一致性。全新配方的 Power Run Plus 降低中底密度约 10%， 减少重量的同时还能增强大约 12% 的能量回馈。在鞋垫中也加入 Power Run 的这个材质，全新轻量化的缓震型鞋垫，降低重心的同时兼具保护双脚的功能。 Power Run Plus 的中底可以完美吸收跑者在落地时的振幅，达到保护关节的效果。在鞋面部分也加入了 Run Shield 的防泼水透气鞋面，让你可以无惧天气出门训练。下一个角色嘴平一之助，等一下，不公平啊，我看不到路啊，我刚刚看不到路哎，怎么可以重来一次啊？砍拖啊！不是我刚刚看。公布成绩，第一名5秒29，第二名7秒04。万一我会多快、欸？还好吧，初出猛进，普通普通啊。下一个角色，晋级的巨人。我的髋关节感觉快扭出去断掉哎！我刚开始听到那个嘎嘎声的，我就这样啊，巨人，一家人，哎，很有恐惧感，很可怕。废话，我是巨人哎。公布成绩，第一名5秒43，第二名5秒91。太可怕了，我赢了吧？超可怕哎！我刚5秒43吧，变超快。这次 Saucony 轻量竞速尼龙弹性版跑鞋 Endorphin Speed 3系列也推出了 Run Shield 版本，防泼水的透气系面，让你可以无惧天气出门训练。这次也搭载了全新造型尼龙支撑板，两侧加强落地时稳定度以及更强的中底回弹感受。在中底部分也搭载了 Power Run PP 的材质，它是较传统 EVA 能量回馈可以多出 88%， 轻量 48%， 是最轻量回弹的中底。在鞋型的设计上也加入了 Speed Roll 的概念，独家驱动科技帮助跑者自然前进，提供源源不绝的动能。
是一双非常适合在平时训练中所搭配的好伙伴。那这是在两款鞋子的 Run Shoe 的系列当中，有点特色的地方是它的鞋盒，有没有看到？满满的这个橡果还有枫叶的设计，连鞋子里面也有，而且它这个防泼水的面料啊，非常适合在秋冬。如果你刚好想要入手一双跑鞋的话，这是秋冬非常合适的款式哦。实测结束，没想到竟然出乎意料啊！竟然我们今天实测了四个动作当中，最快的竟然是火影忍者，拿入斗。没想到竟然是这个，我原本最期待的就是进击的巨人，他这个动作这么厉害，竟然会输掉。那小玉，你刚刚在开始之前，有没有觉得哪个动作是你今天看了觉得，他胜算应该很大，结果没有获胜？其实我跟你一样，我觉得进击的巨人这个跑法感觉胜券在握，可是怎么会这样子？居然跑得比冯迪索还要慢，蛮可惜的啦。那冯迪索呢？你今天四趟当中，你可以平均跑出四趟都是五秒的秒数，哎，这个本身品质就很棒了。接下来还有这个干爹，有如神助啊！这 Trump 20跑起来就是像脚底抹油一样快。没想到竟然这样，但我们今天最重要的秒数啊，竟然是在《鬼灭之刃》有点意外，两趟的赛事当中，竟然都跑出了七秒多这么差劲的成绩。没想到《火影忍者》还有《进击的巨人》是最强的，但是我刚这样实测下来，《进击的巨人》比较容易扭到髋关节，所以大家如果想尝试的话，可以试试看《火影忍者》就好，但还是要小心，不然有时候就会有点尴尬。好啦，我们今天的影片实测就结束啊！我是你的教练梁哲瑞，我是小 U。如果喜欢我们这系列影片，记得在下面留言哦！我们就下一次影片见，拜拜，拜。